欢迎各位乡亲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柯佩如。今天是新历的四月十五，旧历三月十三，礼拜五。今天十五号早是有一群来自这台中惠民学校的视障学生，是伫咧中华基督教病院举办这音乐飨宴哦。这群这身心障碍学生哦，用歌声甲爱来关怀生命，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哦，鼓励民众拥有伫咧健保卡顶关注记这关器官的关键，加这安宁缓和医疗。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。让人听了很感动的歌声，是台中惠民学校有实力障碍学生带来的演出。这群学生囡仔有人利用歌声，有人借着乐器演奏，有民众对身心障碍囡仔有无同款的看法。除了借此来宣导尊重生命以外，也让因有一个肯定自我的舞台。能够走进人群当中，那也给他们很好的一个社会适应的学习，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训练这些孩子们能够到不同的场合，到医院，到监狱，到学校，到社团，去让很多人能够来认识这些孩子们，知道是他们是可以有盼望有希望的一个生命在成长在学习。总经会长也讲，透过音乐吸引患者和家属的注意，也成功来达到宣导器官关键和安宁缓和医疗的目的。现在人这些是视障的吼，啊，因对音乐啊，对这个才艺拢有特别因素，所以阮邀请因来吼，主要是讲咱嘛爱做伙来关心这些弱势，或者弱势，让因感觉这个台湾是温暖的，啊，这个国家是温暖的，社会是温暖的。如果咱台湾人对器官捐赠的接受程度也毋是真高，病院社工就讲，即几年来卫生单位不断伫咧做宣导，民众的观念嘛渐渐来拍开。只要满20岁的台湾民众填好同意书，就当直接伫咧健保卡顶头来注记。大中华新闻就是梁中华采访报道。